请收看《唯心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师尊啊，成就唯心道上，龙天护法五十三如来啊，我们唯心圣教高雄道堂住持圆福法师，在座啊，唯心道藏开建第九坛。我们的法师十二位法师，二十四位讲师代表及各位，我们所有高雄道场所有先世同修代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很高兴啊，我们终于完成第九坛唯心道藏开建圆满这个大法会的法仪啊，各位都很辛苦。我们幻贝诵经法师也辛苦，开建的法师我都很辛苦了啊。我们啊，二十四位讲师，所有的贤士同修也都很辛苦了。啊，我们五千年来才第一件啊，这个开卷啊，唯心圣教的法义是养贤蓄才，正明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我们共同的本愿就天下太平。你要天下太平，一定要有法，法就是唯心道藏，15615卷，卷卷天机密，卷卷都是我们15615姓氏列祖列宗成就往生南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的妙法。圆和法师修忍入恒啊，在这么多年来，圆和法师要成就带着117位贤士同修在大集结，要印刷，要校稿啊，还要打字翻翻指印、翻译等等的整个的过程，配合瑞城书局啊，多年我们的交情，他才啊放下他所有其他的印刷、印制工作啊，专心来帮忙协助我们完成。历史以来第一件文化华宝大集结唯心道藏，所以今天我们在高雄道堂，我看到大家这么高兴的，这么多年来我看到了高雄道堂的同学没有今天这么欢喜
所以啊，高雄道场是圆和法师辛辛苦苦在这里带着大家，要一面集结，一面要传道，一面转法轮，又一面要这个募化这个资金来建设道场。而道场建设以后，每个月的水电费，每年的这个国家的税制要交税的，是一个大家庭不简单。所以他最困难的时段把道藏一个基础都已经圆满了。我也希望我们未来继续走下去的路程，我也希望我们过去啊所有117位参与大集结的同修贤士们继续本着继续努力。好，我们未来每5000卷就要开藏传藏开卷一次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啊当下圆满了。除了谢谢各位同修你们的护持，谢谢各界你们对于维新道藏助印啊的这个功德以外呢，我也希望各位同修一定要自我精进啊，自我要修道啊，这些妙法。似乎过去我是讲了很就是算美美，因为众生的问题不是一件，所以我就把它圆满了，把它讲出来。好，未来各位同修你们好好的修，绝对可以正道正等正觉，共同来完成自己的维新净土世界。那么在高雄道场啊，我们圆福法师呢啊，他呢是电脑界的专家啊，企业家啊，他开始很没有信心的说怎么来转这个法轮呢，道藏怎么开卷呢，结果今天看来看到所有带领的我们高雄道场的贤士同修志工很花心的一起来完成。我当然也知道一些被感圆福法师快闹鬼，一般人有可能闹鬼才会送这东西模模考考啦，好，这个要不要感恩啊，各种的模模考考。但是好，我们记住我们维新道藏早上开始一个记巍巍道藏三大千啊，轰轰一语7000年啊，千锤百炼不偏移啊，还在顶着天啊，荒有天理传世间，所以维新道藏就是天理传世间。好，在这里祝福各位啦。那我们现在就请圆福法师他呢破一个例啊，和昨天斗六道场也一样破例啦啊，法师呢讲出来拢送过礼给大家啦。好，今天高雄道场的圆福法师送了，拿了拿了，我看来，维新圣教的高粱酒啦，哦，开卷的，还有来来来，还有来来来，拿着来，哎，要不然。维新的面包，还有维新面包啊！啊，这个高雄非常出名的面包呢，这里把我们打个维新呐、啊，同学们，你们要开面包可以打维新，师傅会送给你们的维新牌，你看不？啊，那么，圆福法师他是企业家，转入修行家。啊，转入以后的宗教家，啊，他要送
嘿，到人食面包配高粱酒，就是罢过嘴了，又饱又醉，啊，又甜又美又醉，啊。好，我们谢谢啊，我们圆普法师代替师父在这里转高雄道场的法轮。我也希望我们的讲师啊，还有很多准讲师啊，你们很快就会升为讲师，一起将高雄地区啊这个法轮能够转到家家户户，共转唯心净土，共转世界和平的法轮，即是功德无量啊！好，那么我们今天有大过嘴，唯心面包加唯心酒送给法师还有讲师，好啊，贤士同修，您再家里去酒店买，啊去面包店买，好。啊，那祝福各位，大家平安，谢谢各位，好。我们大慈大悲，蓝天三十三天，玉皇大天尊 ，Yes， 啊，大慈大悲，西方瑶池金母。大天尊，啊，大慈大悲，啊，唯心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大天尊，啊，大慈大悲，啊，诸天圣神活菩萨，啊，当下，啊，台湾唯心圣教，各位贤士、法师、讲师。几十万善知识大众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今日新逢三娘开泰，乙未年九月六日，本教尊天华子带领着唯心贤士同修弟子。力行本愿，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所以祝民国七十一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整整三十三年整。三十三年之间，啊，王禅老祖师尊的慈悲。带领着唯心贤士弟子，大家共同的本愿，在台湾这一块净土修行。所以在三十三年之间，唯心圣教的本愿就是消灾化解。每当地球有劫难的时候，王禅老祖都很慈悲的，啊，带领着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弟子，都很慈悲的依教奉行、依法而修，都能够圆满。所以在去年甲午千秋，甲午千秋的时候，九月九日，尊天华子啊，依教奉行安顿台湾十二座山头，与大陆。三祖圣殿
总共十三座山头，也代表了地球五百岳的山头，山河大地。所以在甲午年的九月九日，本维新圣教啊，尊天华子来修道，用所有贤士同修的爱和慈悲心和愿力，来为天下苍生来祈福，这是我们的本愿，没有功德可言。所以自从去年甲午年九九重阳啊，将本维新圣教三三五五七七九九所修行的瑰宝，还有六六啊，在日本啊大阪道场所修行的精宝瑰宝啊，在以九月九日啊分布安顿在台湾新北市观音山头啊的阳明山大屯山头。宜兰啊，和台北市交界口的山头，还有马拉邦山山头、猴安山山头、梨山山头。啊，吉吉大山山头，啊，玉山塔塔加山头，啊，南横公路垭口最顶点的山头，以及啊，台东南天门啊的狮像水口，总共十坛，还有我们易经大学八卦圣城都天都地的山头啊，这个都是我们尊天华子而修行。在整个的大陆，我们在三足皇帝殿、炎帝庙、蚩尤池的山头，啊，总共里外十三座山头，啊，我们都依王禅老祖所开示的圣教，啊，尤其啊，我们维新圣教的各位法师都非常慈悲。在观音山圆寂法师带领的几十位法师啊，阳明山大屯山有圆堂法师啊，这宜兰交界山头有圆寂法师，合欢山有圆寂法师，梨山由幻变学院严嵩院长啊，吉吉大山由圆觉法师，塔塔加玉山塔塔加山头由圆成法师啊，垭口山头由圆信法师，台东啊，这个狮像把水口处理由圆通法师，
再加上物极都天都地，还有所有的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法师，啊，以及大陆由圆弘法师负责在九九重阳的正午时11:22，依法仪供念祭文，然后供养金宝辉宝，啊，祈愿的山河大地诸圣神们能够守护地球的平安，啊，这个是啊，我们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应该修行的天命之一啊。那么我们今天乙未年9月6日、7日、8日3天，在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天坛深坛供养香花果串，还有啊500粒的大的寿桃，代表地球500月。啊，13座山头的供养啊辉宝嘞，啊，仰仗天威慈悲，以当下做3天，奉请招请啊，由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带领的幻贝法师啊，依法仪招请所有三界万灵、地球500月啊、山河大地、山神后土神经、三界万灵皆得近日维新圣教天坛啊，来这里听经闻法啊，受纳供养与祭拜啊，唯愿所有地球500月山头啊，大地的三界万灵众等，大家同心同德，共转地球平安，世界和平啊，以为本愿啊。当下我们时辰已到，好，我们就请幻贝学院啊，严嵩院长亲自带领幻贝法师啊，依教依法来诵经啊，加持灌顶与回向。